然后新的一天开始了，你看我这里拿的一个是什么啊？认识吗？这个不是鸡蛋啊，这个是今天这个早上啊，这个菲菲煮的鸭蛋啊，说的是啊，给这个楼上的小熊狗啊，给它吃一个啊，给它补一补啊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我的天，你不要激动啊，激动的喂鬼，对，就是这样啊。这菲菲啊，这是比较关心这个狗的啊。就是可能大家对他有一些误会，是不是啊？其实菲菲还是很关心他的，就希望都好好的嘛，就是这样。啊，激动到颤抖啊！你看这个狗激动到颤抖啊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这拜出来了，给吃。这是鸭蛋啊，因为这个说的是怀孕期间嘛，可能孕妇多吃鸭蛋会好一些嘛，就是这样，是吧？这个狗应该是从来没吃过这个东西啊。可能吃的是有一些迟疑的啊，就是这样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吃的有点不太明白啊，这东西应该咋吃啊？哦，它用鼻子拱啊，大家看到没？哎，它不吃，哎，它用鼻子拱，这个特点和以前的那个小黑啊，楼下的小黑是一模一样的。它不吃的东西，看到没？它用鼻子一拱一拱的，好像说是这个东西还是你吃吧，我不吃了。哎呀。他不感兴趣，来吃吧。哎，大家看到没？他鼻子一拱一拱的，哈哈，他不吃，就是这样，可能吃不来这个东西是咋的呀？来吃吧，哈，他就是拱，大家看到没？好吧，楼下又打架了，我的天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楼下又打起来了！哎呀，我真的是头大，关门。来，王豆，把这个吃了，吃掉啊！没了，小贝，下次再给你吧，好吧？没了，哎呦，有个蛋白，吃掉吧。毛豆瞬间怼了一半儿啊！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然后我现在啊，在楼上看着这楼下，我属实很无奈，因为这个等到我赶下去，他们也都差不多结束了啊，打了10-20秒，就是这样啊。这个我在楼上刚才扔砖头啊都不管用，丢下去。这个真的，我有的时候真的这几天就在考虑要不要把小花给送走，就是这样。因为这个狗的话，说实话，真的，它在里面就，对吧？反正就打得挺凶的，就是这样。平常笨笨真不是这样的，真的，笨笨是从来不会主动挑事的，说吃饭的时候稍微可能霸道一点，其他时间笨笨都是很温和的。所以的话，现在就是站在这儿啊，说实话，我也是很头大。因为他们一打架，这个菲菲在家方方面面的，大家也都知道啊。要是真是有孩子有啥的在家，那真的是心脏病都要吓出来了。这个打的这个情况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的话就趁机就说到这儿了，那我们就直接说了啊，就是这样，就反正就是家里就这么点地方，对不对？狗又这么多，对吧？那么接下来要怎么整呢？肯定是对吧？有一只狗肯定是要送走的嘛，就是这样。我现在也只能这么说了啊，确实是能力有限啊，就是家就这么大点儿，对不对？毛孩子又要活动，又要生存，又要健康发展，就是这样，对吧？真的，这个，哎呀，我真的是，我都快为难死了。大家是不知道我有多为难，好吧？不知道大家真的能不能理解阿飞？真的这，哎，就跟定身了一样，都定到那儿。然后我这回头看，毛豆吧，他这个鸡蛋已经吃完了啊。哎，真的是。然后等一下，我出门一趟，去给这个狗买一个梳子啥的啊。今天给它洗一下澡，因为它身上的味儿又比较重了。然后的话，看它经常会弄虱子啥的嘛。然后下面的战斗情况啊就是这样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然后那里的话是
黄豆狗泡的几室几厅啊，它围着那个树啊快怼一圈了，就是这样啊。这笨笨倒是好脾气啊，这两个狗揍它一个啊，它还能够出来欢迎我。笨笨，嗯，笨笨没事吧？啊，来过来。哦，笨笨，嗯，就是这样，没事啊。哎呦，这老是他俩打你一个，我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看不下去。哎呦，小黑呀，咱别挑事儿了，中不中？那小花根本就不出来啊，那个狗很精的，它根本就不出来的，真的是啊。哎呀，这叫咱们打啥的呀？叫小花跟那个谁啊，小黑他俩一块打着笨笨的。哎，我真是偷打我都扔两块砖下来，哎，气死我了。哎，吓住你吗？有点。真是。嗯，走吧，去跟那个，路上你不是说有那个啥跳蚤粉？啊，有啊，就是药店有卖的。药店有卖的，那买点，再买个梳子吧。嗯。好。给他洗澡了。洗一下嘛，不洗他身上挑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飞啊。然后我现在已经从外面回来了啊。这飞飞属实是要拉着我去弄了一个头发啊，说让我换个发型，换个心情啊，就是这样。估计他也是怕我会疯掉啊，是这样。然后的话，给这个狗啊买了这个梳子，看一下啊。我不知道哪个梳子能用啊，因为就是在那些杂货店里面买的嘛，反正就买了这两种啊。还买了这个喷的啊，就是洗完澡之后给它喷到身上，这个取这个跳蚤啥东西的啊，给这个狗啊，就真的是很倒霉的事情，是车子的轮胎啊，然后砰的一声就那个了嘛，然后就又换了一个轮胎啊，出门220块钱又换了一个轮胎。哎，好了，然后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就绪了啊，把那个小熊狗带出来啊，出来。来来来，哎呦，你看你身上又脏的，先尿一泡啊，尿一泡然后洗澡啊。嘘嘘嘘嘘嘘，好，尿完了，好，好了，过来吧。好，不激动啊，洗洗澡，你身上天天痒的跟啥一样，这不洗一下澡你。你身上还是那样，对不对？要解决根本问题啊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哎呦，往外跑啊！哎呀，我给你梳梳，让你解解痒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玩意儿真带劲儿的，去毛的，这本是咋梳的？这个梳的效果就不太行了，还是用这个，就把你身上的跳蚤都给你梳掉啊。嗯，好好好，咦，这玩意儿来劲啊，给你洗一洗。哎呀，美唧唧，是不是？洗洗帅帅的，好看的不要不要的，你再也不痒了啊！没事啊，没事，没事。越梳毛发越好，对不对？越梳越潇洒，潇潇洒洒做狗，快快乐乐做汪星人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然后刚才拿这个简单的给它抹了一下啊，身上的水给它去掉了啊，然后赶快给它冲啊，就是这样，赶快给它冲干净啊，没事啊。啊，然后现在给它吹的差不多了啊，
用这个刮毛的啊，把它身上给它刮一刮啊，理顺理顺啊，这应该是刮毛的这玩意儿啊，因为给它洗的时候给它刮下来了好多那个黑毛嘛，就是这样，好多毛发啊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个狗不知道为啥它身上说不上来的感觉啊，刮出来一些白色的颗粒啥的啊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反正多洗洗多刮刮应该慢慢就好了，因为之前在那个县城宠物店，人家都说这个狗可能有一些皮肤病啊，就是这样，有一些皮肤病。哎，啊，好了，啊，不着急，等一下还得给你用药呢啊，给你上驱虫粉了啊，这可不是好吃的，这个还是菲菲去药店买的啊。哎呀，来吧。就是这个味道。哎呦，这个洗澡也洗好了，然后的话这个吹干也风干了，然后的话这个驱虫粉也给它弄上了啊，应该问题就不大了啊，这一身全身 SPA 下来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这趟服务满意不满意啊？家伙啊，都快变成白了啊，大家看，哈哈，给它用了药之后啊，然后这个的话给它梳下来，洗澡的时候都梳下来好多毛啊，这个东西还是物超所值的啊，这个还不错啊，就是这样啊，棒棒的啊，这样身上就不会痒了吧，对不对？现在就自由了嘛，对不对？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，大家近距离可以看一下啊，这个粉啊涂到它身上啊，应该再不会有那个你不要这么看着我好不好？哎呦，今天啊我给自己打80分啊，今天这一次比上一次啊给他洗澡啊进步多多呀，就是这样啊。他身上99%的面积都弄好了，就是他的脚掌啊可能还是有一点湿啥的啊，但是整体的话就没有太大问题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那个东西还真的挺好用的啊，刮下来挺多他的这个毛的，真的刮下来挺多他的这个毛的啊。哎呀呀呀，让我看看。哎呀呀呀呀，给他点好吃的啊，安慰一下这个小熊狗啊，安慰一下。安慰安慰，这家伙他现在的有点，你肯定哇，你大爷，你这是不是你习惯性动作啊？你给我赖我纸，我看给你洗了澡，你还可能是习惯性动作，他觉得那里痒啊，其实那里应该是不痒了啊，这刚洗完澡，这给他上了上粉啊，就是这样。可能他习惯性动作就是想扒拉扒拉他的小耳朵，他每次就扒拉他的耳朵这个位置啊，就是这样。小熊，奖励你一些好吃的啊，好给哦，吃吧。哎呦，哈哈，这个狗老知道了啊，这是它的窝呀，它知道这个窝它。这，那我就这个也给你了啊，那我就把这个上起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狗，哎呀，我的天，老知道了啊，这是它的窝一样啊，这狗还是挺喜欢进笼子的，我发现。哎，这也洗好澡了。这零食也吃到嘴里了啊，这就好好的了。它现在的话很明显感觉它比之前要大啊，就是要重啊，身体已经比我上次给它洗澡要重了不少，就是这样，身体也越来越强壮了啊。然后也谢谢大家的关心吧，就是这样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对吧，哎，反正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好吧，有好多东西我也不知道咋说，反正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。家里这那六个已经是给我折腾的就是精疲力尽的，说实话啊，这个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大大的问题啊，就是这样。好了，你们也有笨笨一个，小黄豆一个，小花一个，吃吧。还有谁没有？你没有，你吃一个。好了，黄豆该。给，真是。家人们，谁能懂我的心情呀？
哎。